代嘅后宫妃子，不论因为世所逼或者自寻烦恼，都需要不择手段，利用各种嘅流言同埋方言嚟掌控大局，以求自处。而剧中我哋几位嘅主角，包括有邓萃雯饰演嘅如妃，伍明霆饰演嘅常太妃，蔡少芬饰演嘅皇太子与梁双玲，陈豪饰演嘅戏班老官高刘飞，同埋黄德斌饰演嘅知督司童吉海，更加咧会深陷呢个千丝万缕嘅多角关系里面嘅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今日诸位承蒙如妃、纯太妃解放传上嘅厚爱，一齐参与无线新剧《金枝玉叶》即将隆重首播嘅庆典。诸位若果能够喺庆典上面令到如妃、纯太妃笑逐颜开嘅话，定必重重有赏。与此同时，欲知更多非一般嘅后宫秘密，敬请各位留意喺下星期一，即系22号起啦，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:30于翡翠台同埋高清翡翠台同步播映嘅《金枝玉叶》，一同解构呢一个红墙背后嘅明争暗斗啦。因此。